旁边卤肉的，应该是刚好我们那个行，我们做那个时间差，一般当你的对象已经红灯了的时候，他要等一阵子才到你对象变成绿灯，他并不是无辜奉献，也挺舍不得，总是有一个时间差能够让你，然后那个姑娘就是要卡着一点点的时间差提早起步，哎，这还仗着一个条件。小包，请过一下安检机。好。